多謝。點啊？今晚呢一個歡呼聲。多謝大家今天來看這個 show。 我記得我們前一排還有些黃牛飛還說我們兩個會 一起做嘉賓，他們收錯風了嘛，是的。跟著那個時候都我記得還沒有我做嘉賓這件事，跟著我就覺得不如將錯就錯。我很開心，因為全世界都以為，包括我自己都以為他已經飛了去下一個工作的地方，跟住突然間原來佢又仲喺香港喎，咁我就好想好想同大家一起可以喺呢個台上面同你唱歌。多謝多謝。君豪咧係一個好得意嘅男孩子嚟嘅，每一個長輩啊，即係每一個同佢做過嘢嘅人咧，都會好喜歡呢一個人，因為佢係一個好俾心機、好謙厚嘅人。好奇怪嘅，即係佢冇佢哋呢一個 age 嘅嗰一種嘅。嘅盲中中咁樣，佢咩嘢都會問啊，佢咩嘢都想知，佢咩嘢都想學，所以我實在係好喜歡呢一個男孩子。多謝多謝，加油啊！你睇下今晚咁嘅聲勢，我諗應該嚟你自己個人演唱會應該都唔遠。紅館咧係一個好得意嘅地方嚟嘅，我以前咧有一段時間成日都做好多唔同 artist 嘅，好多前輩嘅嘉賓。做下做下咧，咦，自己就有機會開紅館啦，真係期待啊！好，係啦，我知道你呢排開演唱會，跟住就好淡好食啦。咁啊，好淡好食都唔係呢一輪㗎啦。咁但係係咯，咁我想送俾你一個我最中意嘅食物俾你。咁無論你陣間又好，或者話。你呢個演唱會完咗好啦，你都可以食到呢一樣我最喜愛。即係你中意嘅食物嚟嘅。係啊。好，我睇下我食唔食得先。係啊。咦？好大嘅誘惑喎！呢個彎，我好耐冇見過呢樣嘢啦。係嘛？係啊。就好想喺紅館，係咯，咁啊。考勁我係嘛？哇！我真話俾你聽，呢啲福利得我有㗎啦。多謝你。哇！呢條薯條我直情唔想吞落肚添啊！多謝你。我終於有一啲咧，因為咧前幾場我啲嘉賓咧送俾我啲禮物咧，全部都係自贊㗎。即係因為紅磡呢一頭比較興奮，咁所以就今晚姜圖真係好啦，送一啲實用，跟住又食得落肚嘅嘢俾我，多謝你。同埋繼續係澱粉質啊，大家請留意啦嚇。咁啊，事不宜遲啦，我諗不過有一樣嘢我想講先嘅，就係呢個年青人咧，佢從來唔會怠慢佢任何一個通告或者係工作，呢個行入邊係出咗名。今次佢為咗今晚。做我的表演嘉賓的表演，他特登重新去排舞和編排了新的音樂。多謝你，那我們將這個舞台